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，大家常问我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像你们这些讲恩典的教会都不在讲台的时候都不讲到罪呢？都没有讲到说，哎，你不可以犯这个罪，不可以犯那个罪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哈。我请你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，不可以想粉红色的大象哦，请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，请不要想大象哦。OK， 好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们的底图是粉红，是大象的时候，它不是粉红色的哈。请问，我叫你不要想，你有没有想到？我叫你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，我叫你不要想大象，你有没有想到大象跟粉红色的大象？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，你今天除了我跟你讲这个时间之外，你有想到粉红色大象的？我们可能需要为你祷告。OK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我一直跟你说，请你不要犯什么罪，不要犯这个罪，不要犯那个罪，不要犯这个那个，然后你就会去想啊，那我不可以犯这个东西，然后你就会去想，然后就会开始想要去犯这个罪。你懂意思吗？有些时候，当你很快乐，你很开心，很享受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去想那些犯罪不好的事情，你会想到上帝是如此的荣耀，而且我们是有经文为证的。让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3:17-18，我们今天会看三个不同的版本。好，和合本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你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吗？主就是那个灵，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会变成主的形状。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你一直看着主，你一直看着主，你没事，你不是一直看我不可以犯罪，我不可以奸淫，我不可以偷盗，我不可以说谎，我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要想的是，我一直看着主，你没事都看着主，你眼睛闭起来看着主，你在敬拜里面看见主，然后呢，你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的形状。这是圣经上说的。所以你不是在想我不可以犯什么罪，你要一直去想主的美好，一直去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像耶稣。我们看下一个经文。好，这是中文新译本，同一个出处，同一个哥林多后书3:17-18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，反映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那样的形象，大有荣光，就是主所做成的，他就是那灵。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个经文的上文上下文在讲什么？以前摩西有一个帕子遮住，让众人不能看见他脸上的荣光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，我们众人脸上的帕子被揭开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反映出主的荣光。而你怎么反映出主的荣光呢？定睛看着主，你就会变成主的样式，反映主的荣光，就变成主那样的形状。所以我们如何让人可以过一个更圣洁更荣耀的生活呢？更像耶稣的生活呢？不是告诉他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跟他讲不可以，就很像粉红色大象，会一直想，要跟他讲定睛耶稣，在敬拜里，在读经，在祷告里面看见耶稣，你就会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这是当代中译本，哥林多后书3:17-18。我鼓励大家多读不同版本的圣经，因为每一个圣经有它的翻译背景，而在那个背景里面会翻出一些出于自己的东西。可是其实翻译就是这样，因为神保证他所默示的圣经完全正确，可是翻译本是有人的意思在里头的，所以我们要多看几个版本。 OK， 好，当代中译本，基督就是那启示人的灵，他的灵所到之处，人就能够自由地认识他，不受蒙蔽。我们信主的人脸上没有蒙着帕子，可以敞着脸瞻仰他，好像镜子一样反映的主无上荣光，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主的容貌一般，荣上加荣。这都是主的圣灵所做的奇功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有些人说，好，对啊，那我昨天在敬拜里遇见主，可是我今天还是有那个软弱啊。因为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下面告诉我们什么？自己也渐渐变成主的容貌一样。所以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。也许你今天在敬拜里面，然后你看见主，你觉得你被神爱，所以你愿意去饶恕，可是也许你还有烟瘾，也许你还有说谎的习惯，可是你继续在敬拜里面，在读经里面，在祷告，在讲道里面，不断还有自己安静的瞻仰主，敞着脸瞻仰他，看见主，你就会渐渐变成主的容貌，渐渐变成像主一样的圣洁，渐渐越来越像耶稣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清清楚楚知道，不是靠自己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做这个，我不可以做那个，然后你想我到底不可以做什么，然后你脑海又在想该做那件不好的事，或者在想说我不可以做那件不好的事，然后你忍到后来就受不了。让我为你祝福祷告，你来领受真正释放的生活。
亲爱的耶稣，我们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祝福我们所听到的每一个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。我们清清楚楚知道，我们不再是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做，我不可以做那些，我不可以做那些。我们乃是定睛看着主，我们就渐渐变成主的样式。我不是在靠自己努力去改变，我乃是在敬拜、在祷告、在读经、在听讲道各样的方法里面，我们定睛看到主，然后我就会变成，我就会渐渐越来越像耶稣。奉耶稣名祝福你。阿们。